台南民康的打拼者，除了讲有各项民俗活动，佮邀请到三四个小学生来表演。民康区公所嘛，邀请到地方的文史学家邓宏清伫活动现场来办理一个打拼歌谣的团唱闯关活动。借用这个台语念完以后，对当得到水果饼，吸引真侪民众佮小学生来参加。希望讲传统的民俗歌谣会当一直传承落去。但因康供应中打拼者，除了辛辛苦苦爸打着水果饼甲行李来向社府完成祭拜答谢以外，佫有各项民俗活动甲舞蹈表演。其中因康区公所邀请地方文史学家董凤正教授伫活动现场办理打拼歌谣团体闯关活动，只要用台语念完以后，就当得到水果饼，吸引真侪民众甲小学生参加。就是配合广兴宫的丹饼节，然后希望说这个活动这个民俗可以继续传承下去，所以我们就找了这个机会，然后让大家念这个民谣宫廷宫打水饼的民谣，然后念过了通过了，我们就送他一块水饼。在看到这些民众跟小学生踊跃参加之下，董凤正教授也感觉非常欢喜跟感动，因为看到大家用着母语来念笑水果饼故乡甲番薯厝五号，可见即几冬的推广渐渐有成果出来。希望传统民俗歌谣会当永久一直传承落去。啊，我着有关的好关客啦，水饼念谣啦，啊是呢，爸母温啊等等吼。啊，我想呢，安尼吼，互咱在地囡仔来唱这有感情的歌，哦，即块土地的歌，安尼时阵哦，我想呢，应该呢效果会搁较好。所以应该是那安尼传唱了，应该机会真大。尤其呢学校呢，搁将这当作因的教学的教材，哦，啊嘛拢咧传唱，嘛拢咧练唱，啊等下再搁表演。我想这应该是真有意义的一件工作。永康区公所表示，今日打拼者文化导览活动，搁有邀请西式国小子弟队、甲舞蹈戏剧演出。另外，甲台湾应用大学合作，伊将率赤手奉祭独一无二的龙年平安婴儿帽。来敬上给新新里，让新新里会当平平安安长大。记者萧建伟，永康区采访报道。